说你的孙女被罚写，你有没有听她的功课？有啊，有，乖了，下班了。那个考不及格，然后就罚写。那安全就好了，在里面就好。对，那以后要不要给他念大学？要啊，他程度到哪里就到哪里啊。嗯，你平常在家里干嘛？养鸡、养鸭、种菜？没有，还是工作？做水电，做运动。那现在都在家里就对了。哎，要种农，有种一点菜。哎，有种米吗？有。是自己吃还是拿来卖？有吃，拿给人卖啊。哦，有养鸡鸭吗？有。有没有养牛？养牛没有，没有办法养牛的。哦，牛不是放牛吃草就好？哎呀，不行啊！也是养牛，也是跟着牛一起走啊。哦，那河边很多草吃不完呢、啊。我那个不见得是他一直在那边吃。哦，他不是一条绳子给他绑着，一天一天换地方。一天你是要去看。嗯。下一天你要看。啊、你们的牛叫喇喇爸，古龙。古龙。还有喇喇爸。喇喇爸是花脸。哦。古龙牛角怎么讲？哇啊。啊？哇啊。哇啊。牛角。哇啊喇喇爸。哎。哇。哇啊。古龙。哦，牛尾巴，我要尾棍。那如果说牛脾气怎么讲？牛脾气就一样啊。可以怎么形容？阿美就是牛的脾气怎么讲？啊，他的个性，他的脾气，他的灯，他的皮肉这样。哦，那我们大陆讲牛逼哈、嗯，阿美怎么讲？逼啊，乌龙不逼，乌龙还不逼，乌龙里乌龙里逼，绑啊也有。哦哦，绑鸭也有哈，那叫乌龙绑鸭，乌龙绑鸭，那是牛鞭哈、哎。好，那个，那个他们讲说牛肚哈，肚子怎么讲、嗯？哦，这是牛肚。肚子怎么讲？我底下，那个底下，你们的大便叫打叶、啊？打叶，打叶，打叶，打叶还是打叶？打叶。大鱼哦，那放不一样，大鱼也可以，大鱼可以。那我们讲放臭屁，放屁怎么讲？放屁哦，马舌塞，马舌塞，放屁是这样。那屁就是舌塞 ，sauce 哦，像日本那个 sauce。那如果 sauce 娃娃就是屁孩吗？是这样分吗？阿公，你要清醒一点。对，你要幽默，小朋友才要学母语啊。我现在是拍给小朋友看。他们都知道啊。阿嬷每次给他讲。哦。阿嬷要做什么？阿爷阿阿郎哥啦，阿阿长哥啦，啊，担当家灯是这样啊。哦。是这样啊。阿嬷也很幽默吗？对，幽默啊。哦，就是普通话，在比登月这样而已啊。那个阿嬷都怎么骂人？生气的时候？生气时候在比登月是这样。什么意思？普通话。没有耳朵怎么讲？马歪当一啦，就这样。马歪当一啦。欠揍怎么讲？哎呀，就说你做好，做好好想一想。不是有的那个是男的孙子比较皮嘛？对啊。那个欠揍，他又偷抽烟，你是欠揍的，欠揍的。对啊，欠揍怎么讲？我等你了，再不等你就这样啊。哦，欠揍，不要出去。高低嘎嘎嘎。那个，你试试看哦，试试看怎么讲？来了。啊？来了吗？还没。你下次要盯他的功课，就早很早放学。来了吗？来了。下课了。七年级的下课，他在等他孙女。陈什么？陈什么？陈宇飞。陈宇飞啊。不认识七年级的。七年级女生。一班。七班的。
几班？七年级。是何杰飞吗？啊？他是陈什么的？陈一飞啦。陈一飞。还没有哦。他是哈拉湾的，阿公从哈拉湾过来接的。在那边。你两双没煮啊？不能煮。你们是双胞胎吗？兄弟。兄弟。很像吗？很像。很像。阿美族哦。是啊是啊是啊。闽南语啊。闽南语，我们就是我们这个村庄就是原住民。哦。当年是在一般原住民一般闽南语。因为过家人是这样，你们那个乐和丰年街叫伊犁姓啊？对。哦，那个年龄阶级怎么讲？没有分别，不是年龄，没有分别是这样，反正那块肉就伊犁姓这样。哦，好，那个地瓜，贡啊，贡啊，老布，甘蔗 ，the bush， 玉米，阿里赖，阿里赖，对，花生，古达信，那个番茄，番茄哦，有野番茄，像那种小颗一颗的、野番茄。tomato， 那你们也是用日语哈、那也是。那老狗怎么讲？老狗哦，老狗。你们不是有很多野菜？对呀、啊。地啊、那个叶子。叶子。我要过来，我冒着啊，槟榔啊，槟榔草，草我龙卧石这样，龙卧石，树枝，树枝也是龙卧石，草跟树枝不一样嘛？一样。哦，树吉兰吉拉，树枝就吉兰，树枝是吉兰这样、哦。那个贝壳，贝壳，海边那个贝壳。贝壳就没有什么原住民的话，土怎么讲？属大啊，属大是这样。那五绕是什么？五绕也是土吗？哎，那个不是有个五绕部落？五绕部落是那个。那个五绕是土的意思吗？不是。哦，那个沙子怎么讲？打布。打布石头。格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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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木头。OK， 地浪。吉浪，哦，那个，很软，马布尼埃，马布尼埃很硬，嘎盖，嘎盖，那个弯弯的，马皮格赖，马皮格赖，哎，直很直，马直赖，马直赖，很长，大嘎牙埃，大嘎牙埃，很短。多爱啊，不多爱，搞多爱。那个破掉了怎么讲？马布拉埃，裂开了。是裂开。不是地震那个裂开哦，不是破。啊，裂掉。裂跟破一样吗？布拉埃一样。嗯。破掉也一样，话都一样。哦，那洞怎么讲？我忘。我忘。哦。那个洞很深，怎么讲？我来过，我忘。洞很大，洞很深，就这样。很大，很大，就打嘎呀。大怎么讲？打嘎呀。那他们说打岸也是大吗？打嘎呀。那跟那个打岸怎么不一样？一样啊，音调不一样、啊。哦，音调不一样哦。很胖怎么讲？发的呆。发的呆。再念一次慢一点。哇阿德呆。哇阿德呆。很瘦呢。骨头是。骨头是。毛尼里歪是这样瘦。毛尼里歪。你这个孙女很久呢。应该有量了，应该下班了啊。你有没有关心他的功课怎么写那么久？功课应该老师这样。老师怎么这样呢？还是你要不要走进去看一下？我刚才已经那边了，不是你学生还在那边呢。要不要去问一下发生什么事情？等那么久，你那个钥匙拔起来走进去问一下嘛。老师就给你带回家了，人家不晓得你在外面等。是，我
我有带电话可以，没有带啊，放在。